这世界很酷。亲爱的，你怎么乱丢垃圾呀？问得好，小美总算看透渣男的本质了。亲爱的，我要是不乱扔垃圾，环卫工人就会没有工作，大批人口将会失业，国家金融将会陷入危机，世界经济将会陷入混乱，这会引发世界大战，地球将毁于一旦。这什么狗屁逻辑啊，鬼才信啊。亲爱的，你刚刚拯救了世界，你好棒哦。只要人人都能随手丢下一片纸，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。你好有爱心哦。我一定要想办法让小美离开这个渣男。天使，把我变成美女，我用美人计去揭穿这个渣男。没问题，变身。哎，你怎么变成女人了？突然想起来我喜欢变女人，我就自己来了。哦，等会儿过去你施展诱惑大法，让渣男原形毕露。没问题，你要相信我的魅力。美女约吗？我操，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吧！这下渣男本性暴露无遗了吧？你，嘘，我不是不爱你，只是觉得现在的我没资格爱你，我不够成熟，需要多几段感情的磨砺，等我变成 Batman 再回来找你，等我，好吗？嗯，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你的。小妹已经不是盲目了，简直就是瞎呀！美女，约吗？约你妹啊！你个渣男，谁要和你约啊？小美，我回来了，我已经变成贝特曼了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。小美简直没救了呀！